Lewis， 我哋第二道菜做啲乜嘢咧？嗱，頭先我哋第一咪劏個魚嘅，係、咪就 fillet 咗佢？係啦。咁我哋將啲魚骨咧就熬咗魚骨湯嘅。哇，好鮮味啊！咁呢一道菜咧，我哋將呢個魚骨係做咗湯，好簡單。我哋好多係中國人啊，喜歡飲嘅魚湯，同埋仲好有營養添。係啦，冇錯，同埋亦都好簡單，亦都好快做得到呢。其實可以並行嘅喎，即係我哋整緊沙律嘅時候，個湯就一路煲緊都得。係啦，冇錯。起咗個魚骨啦，呢個就係魚骨。咁我哋將啲魚骨咧，已經熬咗湯喺度啦。咁呢個做菜就好簡單嘅啫，只係有一啲豆腐啦，同埋魚嘅湯啦。咁同埋我亦加咗一啲係薯仔喺度嘅。薯仔因為佢係有一個creamy 嘅作用啦，同埋要俾你口感好啲，就係、是、又飽肚啲喎。係可以講話係一個中西合璧嘅一個湯嚟嘅。係啦，嗱，咁講到呢個湯咧，其實魚咧就絕對係我哋嘅主角啦。不如都講下呢一條魚嘅來源啦。嗱，呢條魚咧，其實喺我哋Green Sky 嘅 Aquaponic Farm 裏邊咧，有個魚苗咁細，係養到依家，我哋可以將佢開嚟食嘅時候咧，條魚已經有係喺我哋魚池裏邊養咗十六個月㗎啦。哇！咁通常咧，啲魚喺度，因為最近天氣比較寒冷一啲咧，咁通常呢啲羅非魚啊，或者係寶石魚啊，佢喺一個由個魚苗開始養，至到佢能夠大概係500克到一斤可以食用的話咧，通常大概是10至12個月到嘅。咁呢個係亦都係非常好的，就亦都係唔係啲急速生長嗰啲啊？唔係，同埋所有嘅魚，我哋都係由魚苗開始養，知道佢係邊度嚟嘅，同埋我餵食佢哋都係用一啲係有機嘅魚嘅飼料俾佢哋。大家可以吃得很放心，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很難去追蹤到的魚究竟它是吃什麼糧長大，或者在什麼的水域生長。在你們的照料之下，魚是健康有營養，也都特別美味的。是的，沒錯。還有我們漁場第一個特色，非常好的特色，就是我們除了是一個生產性的農場之外，也都是存在一個教育的。我們都固定了一些自閉症的青年，我哋依家漁場裏邊有一個 full time 嘅自閉症青年喺度，係全職係同我哋去 manage， 同埋係學成個魚菜共生嘅管理啊，同埋各方面嘅工作嘅。咁佢係非常好嘅。亦都可以係一個平台俾佢哋去發揮自己嘅所長啦，去展現其實佢哋嘅能力都好高㗎。係，冇錯。咁所以其實好簡單 ，very simple 嘅話，其實每個人都係可以做得到嘅。我自己的理念就覺得 nothing is impossible， 只有你興趣同埋有冇時間，同埋最重要的是一個持久。係啊，絕對認同啊！好啦，嗱，我哋又講翻呢道菜式啦。其實嗰骨嘅鮮味已經帶出咗。咁除咗擺魚骨之外，仲有咩嘅材料要配埋？一陣咧，我哋會做一啲我哋農場裏邊一啲 herbs 啦，香料嘅菜咧，作嚟一個係一個係點綴，亦都增加咗個魚嘅味道，同埋 compensate 咗魚，因為係腥味啦。咁我哋透過一啲 herbs 去將佢個魚嘅味道、甜嘅味道，同埋配一啲香草嘅味道喺度。咁同埋亦都有個豆腐喺度咧，咁就係亦都係除咗飲湯之外，你亦都係可以係食到係豆腐嘅。而且仲好養顏添啊！冇錯。哇，好正啊！好啦，嗱，咁我哋已經頭先咧就因為時間關係啦，已經煲好咗個湯啦。咁 Lewis， 你可以做你嘅步驟啦。好啦，嗱，首先咧，好熱辣辣嘅魚湯，湯已經做好啦。嗱，我成日都聽朋友講話咧，魚湯咧要煲到佢白雪雪先至係最靚嘅，你認唔認同啊 ，Lewis？ 其實 yes or no？ 咁視乎你係想嗰個湯嗰、那個係效果同埋點樣飲法，咁有啲人需要想飲清湯啦，有一啲係做一啲 creamy 一啲啦，比方法國人做大部分嘅湯都好 creamy 啊，落咗啲 potato 落去啦，咁所以頭先我講我哋呢個湯有個中西係混合嘅，咁亦都一個新嘅口味喺度。嗱，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咁啊湯已經滾咗啦喎，我哋有啲豆腐咧，我哋落一啲係。呢啲係好日式嘅感覺啊！擺咗啲葱花落去，同埋咧亦都令到個顏色更加靚，有啲翠綠。我成日咧聽好多朋友講咧話，即係多食豆腐啦，同埋魚咧，
除了養顏之外呢，其實對我們的身體都很好。是的，有豐富的蛋白質，我聞到啊，好香啊，真是新鮮的魚。咁剛才咧 ，Lewis 咧就有提及到啦，喺魚菜共生嘅系統裏邊咧，魚同菜係互相嘅依存啦。呢一個嘅理念咧，香港人而家你哋都推廣咗一段時間啦，嗰個反應係點啊？其實咧，我本身係啱啱翻到嚟香港兩年嘅，由開始嘅時候咧，係我覺得呢個理念都係好多人知道，但係唔認識到。咁但係由於疫情嘅關係咧，其實依家好多都睇到咧。大家都中意去咗户外啊，同埋亦都有啲父母啊、家長啊帶啲細路仔去做親子活動，去啲農莊啊。咁同埋喺最近呢一兩年裏邊，因為疫症裏邊咧，亦都係俾好多香港嘅人去接觸到一啲有機嘅農莊啊，同埋有啲農莊亦都開始做一啲觀賞啊。咁其實一個非常好嘅，咁越嚟越多人係了解到係農業啦。咁同埋亦都係回歸去大自然。咁其實好多嘅變化都係因為我哋。是一方面是繼續的進步，是但是呢我們也都是不覺意或者是 intensive 的，或者是對自然的環境的保護啊失了一個平衡裡面。其實現在我們覺得也都是因為疫情也都有它好也都有不好的處，好處就是讓我們看到我們本身人的 limitation 在哪裡。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要回翻去大自然啦，同埋一個最主要係一個你要享受一個健康嘅身體啦。咁其實健康係點樣嚟咧？就係食物係最重要嘅。試一下。好啊。嗱，唔好食你話俾我聽喎。好鮮味啊！我直情咧好耐都叫做咩嘢久違嘅一個鮮味。因為平時喺出邊飲嗰啲湯咧係唔會咁新鮮咁濃郁噶。其實好的食材咧，你不需要加任何嘅味精啊，或者其他嘅調味品落去嘅。係。咁呢個湯咧，其實如果你自己做嘅話，亦都係好簡單。你中意係鹹一啲嘅，只係加少少鹽落去。我哋呢個湯只係加咗一啲係鹽落去嘅啫。好簡單。其他都係所有都係魚嘅本身嘅魚嘅味道嚟。我哋成日講笑話，而家啲。蔬菜菜冇菜味，魚冇魚味，但係咧魚菜共生，好似令我揾翻嗰種真正嘅食物天然味道啊！好好味啊！多謝你啊！如果大家咧都想試一下嘅話咧，記得可以訂我哋嘅魚菜籃，全部咧都係食得你有安心、放心又健康嘅。